爸帮我按一下 C 啊。然后往右转点。好，可以。嗯。啊，中午到了，我们一起这个煎块豆腐吃吃吧，对吧？前两天咱们一直都是怎么说呢？前两天咱们一直都是吃剩饭啊，从今天开始啊，可以就家里库存好多啊。今天是初三了啊，我就改一改啊。初三应该是睡到自然醒。早上起床就10点钟了，10点钟以后呢，我起床吃了个早饭啊，搞起啊，嗯，然后呢，这个炭炉子已经生完了啊，窗户呢也是半开着，然后咱们没毛病啊，一边呢就把炭炉子给先生热了，一边呢咱们弄点油，哎，弄点剁椒。倒点酒，午饭搞起，悠闲的日子，今天豆腐啊是非常开心的事儿。三毫升剑南春，然后拿个刷子蘸点油，帮着豆腐表面都刷一层，让它吃点油啊，让豆腐香，豆腐要香啊。洗个头，然后把发型整整，人清爽的一逼。所以平时呢无所谓这个外形啊发型怎么样，因为想弄得干净的分分钟都能弄得干净，不像弄不干净的人永远弄不干净，你再整你都没用，对吧？心里有底儿，这个叫反面刷遍油，等会上进炉子的时候呢，就稍微舒服点，不用再翻面。嗯，差不多了，可以上炉子了。拿刀叉，拿公筷。哎，这玩这东西啊，得细心点，就有仪式感。非常的 OK， 有发财的方法还会告诉你吗？对吧？这是个零和游戏啊，就是铁子，钱呢就这些，你挣去了我就挣不到了，哪会有教别人赚钱方法的？是不是？只有毁人不倦的。今天呢切的呢也不是特别均匀，不算特别薄，也不算特别厚，咱们6块一煎，如果不够的话豆腐还有。哎，这是山姆买的木棉豆腐。年初三呢啊，可以消消食了，过年啊吃的特别的油腻，咱们现在可以吃点清淡的了。我过年到现在一分钱都没花，我看一下我支付宝账单，到现在为止一分钱都没花。哎，小仙妹子好啊，新年好嘞，妹子哎！年夜饭食材费啊，花了360块钱。哎呀，没关系啊，弄碎了一块，所以要千万要小心。那豆腐、啊、一面煎完了，后面就不怕了。煎完一面，后面就不会焦了啊，就不会那个破了。煎完以后特别好吃。碎豆腐也照样煎。3天没花一分钱，这是由真实事件改编的，是吧？你都花了20000块钱啊，你说你就是说，我就问问你啊，就是你一年，就是说平均你们一年挣的钱要在春节那一个月里面要花掉多少？而且这钱有没有花在自己身上？有没有能够帮助到自己以后挣钱挣得更轻松？
这是关键，是吧？无用的开销特别多。然后咱们是炭炉子，所以是煎的慢慢煎，煎的慢慢煎，对吧？就是没有对自己的以后赚钱没有注意，也没有对自己的未来有任何帮助，就是乱花钱，是吧？那这钱你花的干嘛呢？钱应该磨刀不误砍柴工，用来花在能够帮助自己挣钱挣得更加轻松的途径上。啊，我啊就是那种啊，我平时邋里邋遢无所谓，反正我自己也会自己剪头发，我自己也会自己烫头发，自己也会熬造型，所以我呢无所谓自己的外表，因为我心里有底，有随时我想抖丝轻桑风流倜傥随时都可以，因为不是那种弄不出来，对吧？所以平时根本不在乎啊，就是随便洗个澡吹一下头发就可以，就可以，对吧？嗯，我是从大年三十到现在为止，就从除夕到现在一共是花了360块钱，一共花了360块钱，360块钱是年夜饭的食材费，吃了3天，从今天开始呢吃上个月库存的那个已经准备好的食材，因为过年的时候买食材呢多少都会有一些涨价，而且呢外面的超市啊，不管是 Costco 啊还是山姆啊，人都特别多，所以呢我都是提前就准备好了。过年我一般没有什么消费的。啊，不要嫉妒主播的过分美丽，对吧？我自对自己有要求，我对自己的饮食都有克制，所以呢想瘦就瘦，想漂亮就漂亮，而且呢我为人处事呢没有太多的压力，没有，就这样的话就导致怎么说呢，就是相对来说不大见老，再加上平时本身也是娃娃脸，是吧？有点像好男儿。那胡子呢也是稍微留了点，没有全部刮掉，因为稍微留点胡子呢遮一下双下巴，这还不行，不急啊，要慢慢的。然后咱们顺便呢把它反面浸一下油，一定要有这种豆油啊。把里屋的房门关一下，谢谢。然后把那后面那瓶饮料给我，辛苦啊，我就不动了。这个呢就比上次那个用喀什炉煎的要煎的好很多，因为它慢慢的慢慢的。等我下完米饭，不上班也有钱花，那你得有长期的一个谋略啊，你现在就直接弄已经来不及了，我都是吃以前的老本啊。这是直播吗？不知道，对你来说没有意义，对吧？哎呦，该到翻面的时候了啊，小心翻个面，不要焦，焦了就不好了。这东西啊非常好吃啊，先不急，这个翻面翻的有点早了，翻面翻的有点早，它那个温度并不高。那就放着吧，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就是这个意思。有没有不穿的衣服给你啊？没有，对不对？就是说我做一件事情，然后我跟你有一些交集，有一些羁绊，你有什么东西可以让我以后赚钱更轻松吗？我做事常问自己3个问题啊，就是说在未来的5年到10年里面，你尤克叔叔，你有什么能力能让我以后赚钱赚得更轻松，活得更轻松？如果没有的话，我觉得这是一段无用功，有也不给你，对不对啊？当然了，你也可以学像有劲一样，像原来我们直播间有个道具人叫有劲，我对他好一点是为了向大家宣扬我的人设啊，这样的话也是对我有注意的，但目前我并不需要这么一个道具人。我其实我这么说已经是对你非常友好的了，就比如说我昨天群里有个小伙子，然后他过年的时候和一个女孩去相亲，其实他第一眼的时候呢他就觉得这个女孩看不上眼，就觉得太丑了，然后呢他还是同意了这个和这个女孩去约会，然后这个女孩请他去看了一场电影，就是那个大乔，就最近放那个电影叫大乔，对吧？
最后看完电影呢，还是决定不要和这个女生进一步的发展，因为确实觉得看不上她。我就说你不是浪费别人时间嘛，还不如一次性就是不要见面，看一下照片就跟人家说明白的，不要伤害人家小姑娘。所以我觉得有些事情呢是见面直接说明白比较好，不要耽误你的时间，也不用耽误我的时间，对吧？给些诀窍让大家发财吧。世界上的钱啊就这些，这是一个零和游戏。我们老实说啊，美国用那些零和战略的思想来看待全球的发展，就是因为这个世界确实是个零和世界，是个零和游戏。因为资源有限，财富有限，财富要是多印就是通胀了，通胀最后谁都得不到好。所以说既然在财富有限的情况下，那就是个黑暗森林，我不害你就不错了，还要告诉你致富经，这你是痴人说梦，你说对不对啊？这就是比较实际的，这就是实际的东西。就比如说要是所有人都长得像我这样帅气，那其实你看上去所有人都不怎么帅气，只有让别人长得更丑，你偶尔帅气一下，你才能凸显出你的鹤立鸡群，是不是这个道理？听上去的话很恶心啊，但就这样。所以平时啊要多害人，把别人都弄惨了，你就能过好，是不是有点深奥？但是你到了40岁左右，35岁会逐渐明白这个道理，要腹黑啊。所以说呢，我平时呢是不拘小节的，把自己弄得邋邋遢遢的，大胡子大长头发，油腻腻。但是呢，我知道我自己分分钟就能弄干净，等到很多帖子都看了我这样，觉得哎自己那样也没毛病，那其实我平时都在害他们，对吧？来喝倒点酒，喝点酒啊，加入我们的神秘配方，是剑南春加上小青柠汁，小青柠汁没有的话用水溶C100代替，更加便宜点，4.5块。另外呢再加上我们的神秘的勾兑液，然后就会出来世间罕有之琼浆玉液。小时候我看那个叫什么的西游记，我总是觉得诶琼浆玉液是什么滋味，大起来喝了那个高浓度的好酒啊，像茅台啊五粮液啊，都觉得好难喝呀。后来我自己想，我要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制作我的琼浆玉液，现在我真的能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制作我心目中的琼浆玉液了。这个味道就符合我以前觉得就是开蟠桃大会的时候那样琼浆玉液的滋味，对吧？翻面啊，好，这是个煎的好啊，它一面总算是有点那个煎的 OK 了。你不知道这个豆腐要煎的好，那味道贼好，比臭豆腐还好吃，就需要花点时间花点精力，特别适合一边啊三五知己啊聊聊天，是吧？我可以跟你们说一些我对有些事情的见解，但是我真的不能去教你们如何去挣钱，因为那并非我本愿。嗯，你给我什么？给你一个米饭。好的，放在我边上就行了。边上再放两块备用，这东西特别容易碎，尤其切的机油比较薄。今天我老婆切的还是比较薄的，我上次对她说6毫米，对吧？她听就不听，还是按照薄的来切的。所以我觉得一件事情啊，一定要量化到有规章制度。每次有步骤，先做什么后做什么，每个流程有标准，这样才能做到每次都能有一样。所以这就是 ISO 9001和 ISO 9002的意义。这两天想吃小黄鱼想吃大黄鱼了。
那大黄鱼呢，属于有一种鱼叫石首科。石首科呢，你其实里面有七种鱼，分别是大黄鱼、小黄鱼、梅筒鱼，还有叫大黄鱼，其实又叫大又叫瓜鱼，还有个叫孤鱼，对吧？为什么大黄鱼呢？叫大黄鱼呢？其实大黄鱼为什么黄？你早上去把它捕捞出来，它就不黄了。你只有晚上去捕捞的话，才能黄。所以现在在外面的非野生大黄鱼啊，就是生态大黄鱼、养殖大黄鱼反而比较黄，因为大黄鱼的在它的肚子这边会有一种腺体，这种腺体会分泌一种色素，就是让你看上去有点金黄色的色素。这种色素呢，在阳光下会发生分解。所以就是说，如果是在早间捞出来的，就早上捞上岸的，就算是野生大黄鱼，它其实也不会这么金黄。但是如果是生态黄鱼或者是养殖黄鱼，一般他们在晚上捕捞的话，全程不见阳光和紫外线，倒是看上去能金黄。那有人问，这个野生大黄鱼和那个生态养殖大黄鱼到底有什么区别呢？其实一眼就能看得出来。第一点就是野生大黄鱼啊，它的身材啊非常修长，它的背部没有驼背，就是显得不怎么胖。如果你拿一条养殖大黄鱼菜场的25一条、35一斤的那种，和那个几千块钱比的像黄金一样价格的野生大黄鱼比，实际上野生大黄鱼它会瘦很多，修长很多，因为这样的话它会更利于它是在海中啊，它其实是近海鱼，近海的时候进行游泳，因为它是更流体力学的。第二呢，因为它长时间的要游动，所以它的鳍，尤其它的侧鳍是非常修长的。侧鳍你往正面翻过来，就是侧鳍一般就是背着嘛，你把它往前面凹的话，它可以碰到自己的鳃。但是如果养殖大黄鱼的话，就是碰不到鳃了。其实大黄鱼这个东西呢，非常可惜的，是为什么没有野生大黄鱼？野生大黄鱼自古以来就是一种洄游生物，它是从宁波每年会来回洄游，冬季夏季来回洄游，一直到福建，然后呢每年都会在一定的季节在宁波和福建形成一定的鱼汛，这是大自然的馈赠。但是就是因为原来就是在七几年的时候，靠近74年的时候，大黄鱼都卖不掉，都是4毛钱一斤，当然4毛钱也不是特别的便宜啊，但是比现在便宜多了，以前现在的价格都是和黄金一样的。现在你就算买到那个野生大黄鱼，其实也不是完全野生的，是1980几年的时候，有一个叫黄鱼之父的一个科学家，他把76条野生黄鱼就是在生态的海洋牧场上进行了人工繁育，然后那波人工繁育然后每年变成鱼苗以后呢，人工撒回大海的产物，因为基因序列测序的话都能测到都是那76条就是人工那个繁育的大黄鱼的后代，其实已经不是原来的品种了。当时为什么野生大黄鱼这么稀缺呢？就是因为在1970年到1974年的时候呢，以鱼养鱼界就是鱼目界发生了一次大的变革，从原来的原始捕捞界变成了机械化现代捕捞。机械化现代捕捞以后呢，就是那个网啊就非常的大，而且都是断子绝孙的那种网。我就记得就是有数据的，1974年的时候，就是在宁波那边的海域，浙江渔民亲手捕捞了23万吨大黄鱼，这几乎是1960六几年或者1970年之前的上50倍以上的捕捞量。所以而且正好是每年在鱼汛的时候，其实说简单点，鱼汛就是每年他们的繁殖季节，在繁殖季节的之前把他们捞得这么光，而且每年都这么捞，最后连韩国人都来过来捞，韩国人每年都能过来开船过来捞个3万吨左右，结果就把那个大黄鱼的野生的群种全部捞完了。所以现在在宁波和那个浙江一带，如果提到野生大黄鱼的话，那边的老人啊基本上都要流眼泪的。就是如果你去宁波浙江这一带去请别人托人办事的话，或者是去谈生意的话，其实你直接点桌上只要有一条野生大黄鱼，而且是2斤半以上的到3斤左右的，别人绝对是会觉得你非常有诚意的，因为真的会比开两瓶茅台就是飞天茅台都要管用，对吧？所以这个是非常可惜的。但实际上味道怎么样呢？就是我也没吃过野生大黄鱼啊，因为我这个年头，我是80几年出生的，我这个年头已经是那个大黄鱼已经快灭族了，
所以我也吃不到野生大黄鱼，我都是吃的生态大黄鱼和养殖大黄鱼。养殖大黄鱼其实科学喂养大黄鱼，就是饲料大黄鱼，其实味道不比大黄鱼要差多少，甚至不是专家的话，你根本两种鱼在你面前你根本吃不出来。但这是一种江浙人士的情怀，它其实是一种后悔，就当时为什么这么贪婪。人其实在没有外力辅助的情况下，也没有在任何的就是知识的武装下，其实是非常贪婪的，往往会做一些让自己以后会非常后悔的事情，那就是四个字叫竭泽而渔啊。就是往往啊会做事做得太过分，有盈利的也不知道止盈，最后呢会导致某些产业的枯竭，就是这个样。但是现在已经是因为有那个每年都有人工放归的那个大黄鱼去让他们野化，然后逐渐逐渐有可能再过几十年搞不好又能形成成规模的鱼汛了。大黄鱼其实在吴王那个时代，就是三国之前战国时代，在吴王那时代其实就是很就是江浙人这一带非常非常那个桌上都能经常吃到的一些那个时令的一些鱼类的啊，其实是很普通的鱼。那就是因为它通体金黄，而且尤其是晒干了以后变成叫黄鱼响。响这个字怎么写？下面是一个美，下面是一个鱼，对不对？很漂亮的鱼，而且味道也美，所以就叫它黄鱼响。黄鱼响就是晒干的那个大黄鱼。过去古法抓大黄鱼都是敲竹杠。对，然后呢就是到了建国以后啊，他们就掌握了那种声波法。因为最早的时候呢，大黄鱼属于石首科。石首科的意思呢就是说它在它的脑袋里面有两块像石头一样的骨头。很多专家科学家认为是不是你敲竹杠的时候，它那个声波和那个石首啊，它脑袋里两块骨头进行振动频率共鸣了，导致它一下子就是失去知觉了，然后会漂浮到河面上来被你捞。其实不是的，他们天生就是喜欢这种声波，他对声波非常敏感，追逐。然后他那个大黄鱼呢又叫黄瓜鱼，还有一种叫黄姑鱼。黄姑鱼没有黄瓜鱼好吃，肉呢没有这么鲜嫩。然后为什么叫黄姑鱼和黄瓜鱼呢？因为它在水底下能够最高的时候，一个大鱼汛的时候，一群大黄鱼能发出300分贝的响声，就是这样呱呱呱的叫。它是就通过它的一个就是它的鱼鳔吧，鱼鳔可以压缩空气，然后鱼鳔压缩空气一下子释放，就能在身体里形成一个空腔共振，空腔共振最后就可以导致它能发出呱呱的声音。那为什么还有一种鱼叫黄姑鱼呢？也是属于石首科，因为它发出的声音是咕咕咕的，呱呱呱和咕咕咕，呱呱呱就叫黄瓜鱼，叫大黄鱼。然后呢还有一种发出咕咕咕声音的就叫黄姑鱼，黄姑鱼呢就是另外一种石首鱼科了，对吧？然后小黄鱼呢其实也是石首鱼科，它和大黄鱼呢其实是一种的，但是只是小黄鱼比较喜欢冷，大黄鱼呢比较喜欢暖，所以大黄鱼的在沿海一带洄游都是在宁波和福建那边洄游的，然后呢小黄鱼呢比较喜欢凉，它就是从宁波一直往上，一直会到大连青岛那一带，所以呢小黄鱼的一般都是靠大连青岛那一带捕捞的比较多。反正渔业资源嘛，现在舟山那边恢复的不错，舟山渔场已经算是全世界六大渔场之一的，也算是很牛逼的渔场了。但是大黄鱼资源呢到现在都恢复不了，就是因为1974年到1980年期间啊实在是捞得太狠了。上次都捞到那个捞到为什么捞得这么狠呢？就是因为其实哎我跟你这么说不是歧视啊，就我们沿海人士啊吃鱼我们觉得没有怎么感动，因为一直吃。但是你知道吗，就是一旦这个鱼有了现代化的鱼目业，能够成吨的捞上来，然后再加上冰块，他们直接那个运到内地去，内地人吃了大黄鱼都会哭的。为什么呢？他就觉得这绝世鲜美的东西，因为内地人常年不吃海货，然后他们身体里缺少 Omega 3， 大黄鱼里面最丰富的就是 Omega 3，他们内地人吃了大黄鱼以后 Omega 3得到了补充，然后他们大脑会产生一种幻觉，让他们觉得这是绝世鲜美的东西，所以他们很喜欢吃，所以就大量捕捞，最后就捞没了。最后呢就从4毛钱一斤，现在将近变到最贵的大黄鱼一条啊，就是能够卖上100万。就是大黄鱼里面有一种叫黄鳝鱼，是大黄鱼的极品，黄鳝鱼最多的话一条能够有长到50斤到60斤左右，
1984年的时候捞上来最后一条黄鳝鱼是78斤，结果在那个年代1984年啊，这条鱼最后被人收购了是300万人民币。但黄鳝鱼为什么这么名贵呢？不是因为它的鱼肉特别鲜美，因为它长得个头大，它的鱼肉没有大黄鱼这么鲜美，但是呢就是它有一种非常名贵的东西叫鱼鳔。这鱼鳔呢就是用来制作那个叫鱼鳔，那个叫鱼胶，花胶，用来制作花胶。它那个花胶呢传说中呢是可以让病危的难产的孕妇能够起死回生的，帮助止血的。这个不是假的，就是《本草纲目》里面就有写，鱼胶的最大作用就是止血，能够让产妇在坐月子期间身体更好的恢复。所以呢很多女的都喜欢熬花胶做的东西，但你也不知道，其实花胶里面不是所有的鱼的花胶是最好的，按照老法来说呢是黄鳝鱼的花胶最为名贵，但是现在根本没有黄鳝鱼啊。它那个花一个黄鳝的花胶全部给你晒好以后，大概有这么大一个大鱼泡，晒干以后就这么牛逼啊。你看鱼泡本身就像鱼是一艘潜艇嘛，它可以帮助鱼控制它的浮潜的深度，对吧，浮力的大小。而这个我们为什么跟你们讲一下，我这个火小，因为是碳烤，所以咱们就是烤那个烤得慢，现在快烤好了我得吃点啊。所以作为一个江浙沪人青年呢，我是对这种渔业的东西啊是比较喜欢去研究的，因为这里面有很多说道道，平时就喜欢去知乎上各个地方去批发一些东西。所以你要知道，一个人有些知识能说会道啊，是在特定的场合可以吸引很多人的，让很多人就算没有什么事都可以围在你身边听你说说道道，自然而然对你可以产生一些良性的印象，是不是啊？我这两天就在研究那个鲍鱼啊，因为我就觉得呢，就是说鲍鱼也挺有研究的。日本有三大的鲍，网纹鲍，还有一个叫极品鲍，还有一种鲍，现在比较多的是南非鲍。南非鲍成品也不错。他最近研究东西可多了，他还研究火腿。对，我最近还在研究火腿。你说火腿呢，有分那个农家火腿，还有厂里的火腿，完全都是不一样的。还有那火腿呢，有分为不一样的，有3年成、2年成，还有500天的。但现在一般你们在外面买到的火腿其实都不是火腿，你们在外面买到的火腿一般都是5斤到6斤一个的火腿，那是猪的前蹄，猪的前蹄不能做火腿的，只有猪的后蹄能做火腿。猪的后蹄能做火腿的话，基本上都要12斤到15斤以上才能做出优良品质的火腿。所以你在外面买到了什么咸丰火腿，还有什么金华火腿，基本上都是用猪前腿做的，就是因为便宜，一个500-600块钱，对吧，贵了你也买不起。这是我的兴趣爱好啊，没事就喜欢研究研究啊，玩玩。我老婆呢考考年稿，我呢考考那个，这个差不多好了，哎，脆了就行了。这个味道非常好啊。第一口呢有规矩，从小父母有教养，第一口一定要先吃饭啊，不能有好菜就先吃菜，这样让别人看不起。我们这边的火腿呢其实一共有3种。第一种呢是云南火腿，云南火腿呢因为云南的那边季节好，不像我们这边有江南有阴雨季，所以它的出货率高。还有金华火腿，金华火腿呢就是有一个地名地方，浙江有个地方叫金华嘛，对吧，金华它祖祖辈辈就是干这个事情的。还有一种火腿呢叫农家火腿，农家火腿里面又有2种，普通农家就是熟食猪肉的做的火腿，还有叫冻藏火腿。冻藏火腿就是说在风干和阴干期间变发酵期间全部都是放在山洞里的，这种是很贵的。农家火腿啊有什么好的地方呢，就是农家火腿啊它呢是吃的豆粕，还有一些农家吃剩下的饭，还有一些就是玉米啊这类东西，就像古寺的牛肉一样。那农家火腿啊它最外面如果用猪后腿做的，它有一层油脂，这层油脂大概有这么厚，那层油脂是非常好的，会冒油的。所以现在农家火腿呢都要有专人去收，收完以后切割完毕分为那个中方啊什么的，然后再转卖出来，基本上都要卖到40几块钱一斤，因为现在猪肉也就10几块钱一斤嘛，对吧，猪后腿肉也就14-15块钱一斤，
它基本上要翻三个倍才能卖出来。然后龙江火腿一个火腿基本上是15斤左右朝上的，然后呢在最后切割的时候呢，它的浪费的部分大概有个3斤左右。然后到了翻面的时候啊，哎，这个豆腐啊，可是用咱们的那个叫什么油啊，这个叫菜籽油给喂出来的，这个菜籽油喂出来特别棒啊，好吃爱吃，就白米饭就能下了。我春节到现在为止啊，一分钱都没花，呵呵，年夜饭就花了360块钱成本，承让。这就叫什么呢？精神文明的享受啊！云南邓诺啊，诺邓啊，那个地方是可以去玩玩的。我觉得一个人至高的享受啊，是精神文明上的享受，精神文明上啊。而不是来自于物欲或者是一种虚荣啊。谢谢倔辣椒送的水晶钻戒。哎，我这两天就最近这只是过节过几天，我就这两天放松的时候，我就研究三样东西，鲍鱼，干制鲍鱼，火腿，还有那个大黄鱼，野生大黄鱼。喜欢研究研究食材，群里有大哥也跟我一起研究，所以研究的还算蛮开心的。然后呢，干制鲍鱼呢，其实很多人都喜欢买鲜鲍鱼。鲜鲍鱼这两年因为福建那边大量的养殖，而且他们已经培育了新品种，不需要带到北方去过冬啊，不需要带到北方去过夏天，所以成本很低。今年最便宜的时候就是你在菜场里买啊，这种小一点的鲍鱼啊，50头的鲍啊，基本上都已经卖到3块钱一个了，3块钱一个。就这么便宜，但是我不建议大家去吃鲜鲍鱼，因为鲜鲍鱼完全没有什么滋味的，因为它没有经过干制，干制再泡发，然后才像香菇一样拥有浓郁的味道。如果你不能理解的话，那你就体验一下香菇。其实鲜香菇啊，没有什么味道的，也没有太鲜的味道。谢谢青岛阔少巨辣椒送的一个烟花飞机，么么哒。帖子一直来看我啊，心里有数的啊，看到帖子来总是老高兴的，心也好。你吃鲍鱼的话一定要吃干制鲍鱼，干制鲍鱼等它要泡发，然后2次泡发以后再要经过熬制，再要怎么炖呢，然后等到你能吃基本都要花3天时间，所以很浪费时间，但是味道是绝对的好。而且它会有一个特殊的有一个过程叫溏心。铁子们吃过日本的溏心蛋吗？溏心蛋其实就是在煮蛋的时候让这个叶子，就是让这个白开水啊不要沸腾，然后在蛋的外面包一层油纸或者是一层吸油纸，是湿了冷水的，然后让这个蛋呢接触不到滚烫的90度以上的水，然后这个蛋呢就在中间啊，蛋黄这边会形成一层溏心。我跟你说，蛋千万不要去煮，用沸水去长时间煮，你吃了会拉肚子的。为什么呢？你们经常吃的蛋，你妈给你煮的蛋，或者你自己煮的白煮蛋，经常蛋黄周围有一层青色的，对吧？这层东西是硫化物，对人身体有微毒，肠胃不好人吃了会拉肚子的。所以啊，有时候想想为什么有些人经常拉肚子，吃了蛋会拉肚子，不是因为蛋白质问题，你这个蛋煮的太熟了。我是特别喜欢吃还是做相关工作？不是，我就喜欢研究各种各样的偏门的东西，今天可能研究吃，下次可能就研究一些别的东西，就是这些东西就是一种谈资。我喜欢吹牛逼在网上，然后呢其实也没什么，但是你吹牛逼总得有点料吧，所以我就自己喜欢去研究这些冷门的东西，在直播间里吹吹，然后享受大家对这种仰慕的这种感觉啊，让我感觉非常好。那其实就是和小时候我们弄堂里啊吃晚饭的时候乘凉的时候喜欢吹牛逼的大叔是没有区别的，其实只是把它搬到了网上，哎，大家也不用觉得我是怎么牛逼啊，其实就是我也笑了啊，就不说了啊。然后呢就是煮蛋呢，就是千万不要煮太时间太久，或者你可以用日本溏心蛋的方法来煮。然后呢这个干制鲍鱼啊，在最后泡发再烹制的好的话也能做出有溏心，
它那个糖心呢，其实和那个蛋里面的日本蛋的糖心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就是中间有一层焦化质，然后那个焦化质的口感，包括那种软糯的程度，还有它的鲜味有点偏甜的，是完全和这种鲜鲍鱼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你看港澳那一带基本上不吃鲜鲍鱼的，哪有吃鲜鲍鱼的，都是吃干制鲍鱼。但是干制鲍鱼为什么能理财呢？我跟你说，现实生活中啊，但凡能升值理财的东西啊，一定会有三种就是类似的地方。第一，能长时间存放。你想想茅台吧，茅台为什么能够保值升值？它不怕囤货呀，要是囤了半年它就会跑酒，会坏的，会馊了，那谁还去囤它？没人囤，市面上就不可能起火可居，它就物价不能涨。你这个鲍鱼也是，鲍鱼一旦制成干制鲍鱼后，十年都能放，所以呢年年价格都能涨得高。你看这几年其实好的鲍鱼啊都是越涨越高，五年前的鲍鱼现在都已经翻倍都不止了。前两年烤烧饼那个灯啊，烤馅饼那个灯，我烤馅饼有灯吗？是炉子吧还是灯啊？什么灯啊？烤馅饼哪来的灯？我前两天做馅饼是做过，那我又不是用灯来烤的。我这帖子不明白你意思，说明白啊。我们群里还有一位比我更厉害的大哥，包括我爸，他研究吃喝的东西啊，比我研究的深得多。我有很多时候我研究的东西啊不足的地方，都会向他讨教，他就是我跟他说什么，他就是一针见血就能指出我的不足。所以呢，强中自有强中手啊。宝宝爸是那种看上去说话什么都感觉很豪爽，干贝也行。最流行的呢，为什么干制鲍鱼这么流行呢？因为它满足了别人对财富的渴望，一能够保值升值，你自己不吃的话，对吧？二呢，它的形状类似于元宝，尤其是日本的叫极品鲍，和南非的极品鲍，就是吉利的吉，品质的品，那个很贵啊。如果是日本的极品鲍的话，如果是三十头的话，那基本上一公斤的话要有10000元以上，很贵。但你在网上呢很难买到真货，因为这东西都是起火可居的。这两年呢价格有点下降，因为经济形势不好，再加上日本那边有核辐射嘛，所以买日本极品鲍的人就少了，都是买南非货。南非货呢这两年也不错，而且南非货的那个鲍啊，干鲍做的很厚，它那个鲍鱼的种类就是很厚，但是没有日本的鲍这么昂贵。你在网上买到的那种什么佛跳墙啊，还有那个盆菜啊里面用的鲍鱼呢，基本上不会什么好鲍，连那个南非鲍都不会舍得给你，基本上都是大连的干鲍，大连也有出那个干鲍的。氛围灯氛围灯就是你不知道氛围灯的，就按照氛围灯去买吧。你大连鲍挺便宜的，实惠。你基本上如果你是刚玩这个鲍的话，自己家里想泡发，再加上熬制，来点鲍鱼捞饭的话，刚刚入门的话是肯定是从大连鲍这边开始入手的。这里面知识太多了，真是博大精深啊。但千万我建议你们不要去买网上那种已经帮你泡发好的，已经烹饪好的那种鲍，那种肯定是不会什么是好东西。头越多越便宜啊。头是什么意思呢？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头就是代表司马金是一个古代的称量单位，和我们的金是一样。我们的现在的金啊，10两500克，司马金呢是16两，而且每两的克数和我们不一样。你可以认为一司马金大概是600多克啊，你可以网上去查查，这个我记性不大好，数字记不清楚。然后呢，这个600多克里面有多少头鲍鱼，就代表你是几头鲍。如果600多克一司马金里面有30个鲍鱼，那就是30头鲍。所以呢，最大的鲍鱼呢可能是3头鲍、2头鲍，但2头鲍的价格都非常贵。外面流传了一个故事啊，
刚刚港澳台开放自由行的时候，有人很有钱，就跑到港台去吃鲍鱼。然后呢，你记得刘德华那个有一段吃鱼子酱那个视频吗？感觉就差不多，反正是一个富婆吧，就跑到那边的餐厅去，然后他要点鲍鱼，鲍鱼捞饭什么的，鲍鱼炖鹅掌，然后别人就问他你要几头鲍，他就说两头鲍，啊，他就觉得两很牛逼，确实挺牛逼的，结果人家就愣住了，后来就去请餐厅经理，餐厅经理直接过来再和他连续确认两次，哎 ，Madam， 你要几头鲍啊？他说两头鲍，结果买单的时候20多万，就光那个鲍鱼炖鹅掌。因为自古说得好，千金难买两头鲍，两头鲍就是一个干制鲍鱼是300多克，300多克一个鲍鱼啊，那就是稀世极品了。我跟你们讲啊，日本极品鲍有时候连续2年都出不了几个两头鲍，但是南非鲍鱼是经常出两头鲍的，南非鲍鱼的两头鲍价格不一样，啊，还有新西兰鲍鱼是经常出大的，但是日本的那个极品鲍里面两头鲍是绝对绝对大的啊。一般人都吃不起，俗话说得好，叫千金难买两头鲍。另外一句俗话呢，叫千金难买前列，叫万金难换前列康。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男人如果你到了30-40岁，你的前列腺是非常健康的话，那是万金都换不来的。前列腺有会导致你啊前列腺肥大，一旦前列腺肥大的时候，会导致你啊尿排不尽，经常啊。就是已经塞回校门里了，大家都会漏几滴，漏在自己的裤子上，有的呢就是会顺着自己的大腿继续滴下来，非常非常有形象感，甚至晚上啊，不能够憋一宿，会熬，就是会经常起夜，半夜睡不好，然后憋急了以后呢，尿的时候呢还经常会产生灼痛感，这就是男人的困扰啊。对，就我最近还在研究前列腺的健康问题啊，因为群里有两位大哥前列腺不大好，一个是 C 总，他有那个前列腺的肥大，肥猫更加严重了，肥猫前列腺已经到了那种，哎呦，就是无药可治的地步了啊，因为肥猫他一直单身，单身的兄弟们，单身的兄弟们，好的，我老婆给我熬一块那个，继续。我老婆给我熬了一块这个年糕啊，年糕就是煎制也非常好吃，你可以看它越煎越薄，越煎越酥。好好吃啊！我们是甜年糕，对，甜类现在最好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以前吃的那种小圣宁果。要多吃，对，我所以觉得呢，肥猫不敢开房，它的原因呢，不敢去跟妹子一起去晚上开房的原因呢，可能就是它前列腺有问题，前列腺有问题呢，就导致在办事的时候呢可能会漏，好吃啊，太好吃了。最重要像肥猫，他口头上在群里总是表示自己啊，像正人君子，还有什么送妹子回家呀，看不上妹子啊。其实上他有自卑。那要好好嚼嚼，像嚼糖块似的。太好吃了，下次就这么吃。那我也没吃什么呀。你也吃过没啥用，吃一两天也没用。等你已经到严重了，为什么叫胃食？就是说胃病治是吧？胃病治什么意思呢？就是病还没得了，你就先治上了，这有用。等你已经，为什么人家说叫万金难换前列康呢？就说你一旦前列腺有问题的，你再有钱都不一定能治好。你这时候到时候你追悔莫及，所以你还得在没毛病的时候就先安排上。
多吃一点类似小番茄这样的东西。嗯嗯，哦，感谢可爱提醒我了啊，嗯，不能再说下去了啊，只是关爱铁子们的前列腺而已。聊偏了，我们刚刚不是聊鲍鱼嘛，对吧？嗯，我给你让地方。嗯，往边上点。好，谢谢宝宝，宝宝都给我让地方了。我们继续啊，我煎豆粉这东西又便宜又好吃。我怎么手机上那个震了两下？到底怎么个事儿？是谁在联系我？好像是那个我们那边滴水湖的那个要招义工，就是宠物这个流浪宠物要招义工。我现在已经不在那边了，我就没兴趣。要是还在那边的话，我肯定还去是会参与一下的。我是热心市民嘛，对吧？尤其是特别喜欢宠物啊。超管联系，不是，不至于啊。没有和夫人去看电影吗？啊，首先啊，今年的电影呢是非常旺的，然后大家都去看呢，我就不去看了。但我跟你们讲啊，今年电影的票价已经到了那种，断子绝孙的地步了，就是说他已经提前透支了未来几年票价的涨幅。可能他也说的有道理，就是说今年的几个电影的篇幅都比较长，你片电影的时间越长，可爱那个桥，那个桥是几个小时啊？有两个半小时以上吗？电影越长票价越贵，确实是一个经济学上的道理，但是不至于这么贵。今年很多票最起版就60块钱，如果你要看 IMAX 的话170块钱都不止，然后电影院好点的话基本上都在100块钱以上，给你们说是不是？就是电影票太贵了。然后呢，电影票贵了呢，一次两次都行，就是对明年的电影市场是非常不好的。那柚子还叫个，我跟你讲吧，像我们这种结了婚的男人是非常顾家的，你要让我花100多块钱买两张电影票，150块钱去买两张电影票，我觉得我还不如把这钱攒着，我去给家里买点火腿，一个火腿好一点的600-700块钱，我跟我老婆能吃一年呢，炖汤熬高汤，然后呢蒸菜，我看电影干嘛呀，反正以后都是免费的，用时间去换空间有什么不好吗？或者就是说用时间去换金钱，所有的电影不管是什么现在多昂贵，几年以后全部可以免费看，我说的有没有道理？对吧？我不要精神娱乐吗？看电影是精神娱乐吗？对吧？看电影是沙发土豆被动娱乐。我跟你们讲一遍啊，真正的精神娱乐是别人给你个方向，你自己去参，自己去悟，悟出来了你觉得很高兴。然后看电影是别人什么都帮你安排好了，就挖了个坑等你跳下去，你跳进去以后觉得哇，掉下来的时候好刺激，这就叫精神娱乐吗？比如说你在看书，看书的时候人家把大体框架写好了，但至于每个人的长相，每个人的神态，每个人说话时候的样子，都是你自己想象出来的。有人说这叫意淫，没错，精神娱乐其实就是一种意淫啊。像这种就是那种别人已经什么东西帮你确定好了，你只要过去直接让你的大脑接收一下，这根本不叫精神享受啊。真正自娱自乐是有自己相对来说是有非常强的或者一个高度的一个自由调控的权利的可控。对，有人说为什么不看电影？我家里连开空调的钱我都舍不得开，你让我去电影院？那你开玩笑的。我看个电影100多块钱，能让我老婆和我还有家里的狗能够身子暖暖的好几一个礼拜呢啊！这你们说的有点过分了，对吧？先帮忙把那个电费给刷出来再说吧啊。我家里电费都省不得用，你看这暖气都没开吧，开的话盖子是打开的，虽然暖气是那边放的，但是真没开。顾家的男人就像我这样，多为家庭想想，有钱花在家里，不要用在这些痴迷享受上，
那个没有用的啊。但是豪宅的地暖，地暖有啊，开一天要60块钱电费，那电费你出呀，你一天给我刷几个飞机啊，你说是不是啊？一毛钱不拔看直播，还要我开地暖，帮帮忙吧，对吧？我情愿自己冻着，多穿点不行吗？哎呀，现在这个直播的市场又不是不知道，都已经红海时代了。李老八为了收2-3个飞机，就穿得像僵尸一样，跟娟妹在那边跳啊跳啊。娟妹就为了完成一个两星任务，两星任务多少钱呢？两星任务啊，三星任务就200-300块钱，200-300块钱到时候也不过就100多，就穿的花枝招展，在那边跳骚舞，连这种低俗的活都接，你可想而知，现在的直播市场是多么一个红海市场，是吧？别以为这2年直播是以前了，现在很难赚到钱啊。所以大家都得省着点花啊，心态都不一样。哎呀，这就有点速度有点慢啊，咱们把那个是不是火有点不足了，也不是火不足，下面的火还是挺旺的啊。俗话说得好，叫众人拾柴火焰高，对吧？大家都要把直播间当做自己的家，直播间能不能好起来呢，还得都靠大家。主要是这种短视频啊，对那个还有带货啊，对直播的影响太大了。因为你想啊，在带货平台，你一文钱不用花，只需要偶尔买买东西，你就算给主播打赏了，对吧？其实就是和当时港澳歌坛的演变是一样的一个情况。就最初的时候呢，80-90年代，大家都是靠出唱片赚钱，然后呢，到了2000年以后，逐渐大家就靠接广告、接代言，然后呢，现在还要带货赚钱，对不对？拍电影赚钱，就是逐渐，就是你出的唱片都已经开始变成公益项目了。现在直播圈也是这个样，就是单直播的话，你只能凑点人气；光直播的话，就是以后流会越来越少，你都要想办法把那个流量变现的方法。咱们平台呢，就是流量变现的方法呢，就是太少了。就像，如果是我们几个有流量的主播，如果是能流量变现的话，那都是说实话都是日子过得非常轻松的。但是咱们平台没有什么流量变现的方法，还是用非常古老的打赏制度。虽然这个确实时代在更新嘛，但是确实也很难短时间找到更好的营生的手段。我有什么好点子吗？没什么好点子，就是要多开发三产吧，各大主播，对吧？不然的话，你到最后都只能成为被支配的对象。现在主播里面支配不了的没几个主播了，像我们直播间，你支配看看，不接受支配的，对吧？但大多数的直播间呢，都是接受支配，甚至接受支配，接着都把自己的扣分都给扣没了。最近有位主播啊，最近好多主播都是不直播，为什么呢？就是接受支配，赚不到钱，就只能被土豪支配。土豪支配呢，土豪下任务往往呢会一些比较违规的。土豪下任务，土豪都跟我线下讲的。宝宝你看他是不是逃出来了？谁逃出来？没有逃出来。土豪线下都跟我讲，就是花钱啊践踏他们的尊严，花钱去买他们的分，目的就是让他们的分全部扣完，让他们收不到礼物，成为公益主播，所以土豪才那个愿意刷嘛，对吧？都这个样。但是你接不接这种任务呢，其实怪不了谁，你都一个愿打一个愿。哎，土豪想扣你的分，土豪想践踏你的尊严，你愿意接吗？那你就活该，对不对？但是为什么他们愿意接呢？因为实在是没钱可以赚，对吧？我现在有多少收入啊，我也说不清楚，反正从过年到现在一共就赚了3000块钱，就靠直播啊，这已经很少了。虽然我的消费也很低，过年到现在为止加上年饭只花了360，加上那个碳的钱可能也就400块钱，但是说实话现在赚钱真的太难了啊。然后而且呢，过年总是稍微多吃了一点，就导致呢这个秤上又开始稍微长了200克吧。我现在体重比节前长了200克，本身挺好，节前就是之前已经瘦了有将近有那个4斤了，现在又长了200克，所以心里啊挺那个的，挺哇塞的，对吧？
多开几个号那也是个办法。哎，但是小号毕竟不如大号用的这么舒畅。你说的基本上都是现在接活的主播，哪个不有个两三个小号的，基本上都有。有没有土豪大哥来见他大师一下，因为他们也不傻，他们知道我们直播间呢是高雅直播间，就说在他们心里呢，直播间分为两种，低俗直播间可以去见他尊严的，可以去接活的，可以去接就是那个布置任务的，然后呢我们是高雅直播间，他们不会来我们直播间搞事的。为什么能成为土豪呢？他们心里都有分寸的，知道吧，哪些事能做，哪些事不能做。有什么好看的书推荐一下啊？有本书啊，是一本穿武侠小说，叫薛中汉道行。薛中汉道行就是有一个深薛啊，它里面特别干旱，有一根特别干旱的道，然后你在里面行走，叫薛中汉道行。这个薛中汉道行呢，它的小说呢是 A 级的，但是搬成电影以后呢，就变成 D 级的了，非常不好看，建议去看原著啊，薛中汉道行啊。对对，怎么理解都行啊，但是我最近在看另外一本书，也挺好看的，比《薛中汉道行》好看的多，应该好看三倍都不止吧。名字叫什么呢？名字叫《我也不想当救世主》呀，好像是这个名字，但听起来有点像爽文，但其实不是爽文，它是一个穿越文，但是它是双向穿越的，类型有点像汤姆汉克斯拍的有一部讲那个穿越无限穿越的片，叫什么来着？一下子脑子不好使，想不起来了。反正这部大家如果喜马拉雅里面有叫我也不想当救世主啊，好像是这个名字，反正我最近也在听，觉得挺有趣味的啊。就是它有两三条主线，两三个穿越的地方。我也不想成为救世主，对对对，这本书叫我也不想成为救世主，内容呢它一条穿越线和明日边缘有点像，另外它穿越线呢和那个就是比较原创，就是帮助一些歌手啊写歌，呵呵，所以挺有反差的，也是属于那种无限穿越的小说，你可以去看看。猪脚想不起来了啊，翻个面吧啊，这顿饭吃的比较清淡，实在是这两天也不想吃什么油腻的东西，冰箱里好吃好喝一大堆的食材，这又不想做不想吃，哎，怎么办？就今天晚上呢，可能熬个那个，就是啊，这面已经好了，熬个那个叫什么羊排，就是炖清炖羊肉啊。等会儿这个弄完以后，再加点炭就开始炖起来，可能还要生点炭的，不急。我把剩下的全部这个不管碎的不碎的全部都蒸进去吧，一次性弄完就得了，对吧？午饭也不能咱们混得太久时间，后面有几块给我弄碎的也是罪过，不注意就瞎搞。大过年吃什么呀？过年饭我吃的可好了，你没看我过年饭吗？你去我视频区看我过年饭，让你叹为观止。十几道大菜，都是硬菜，吃的好的一逼。就代价呢，就是说昨天和前天都是吃的，就初一和初二都是吃的剩菜。剩菜昨天中午刚吃完，然后吃的也挺油腻的，体重都长了大概好几两，所以今天呢忏悔一下，就随便混混吧，聊聊天吧。今天聊的东西也不少，都把我聊累了。小说爽文我是不看的，那个看了有不利于你的内心的心理和健康，你总是认为现实生活中过得太过于平淡，有没有人老是觉得现实生活过得太平淡？那就爽文看多了，对吧？现实生活中其实就是平淡，而且我们追求的就是平淡，对吧？哎，就是生活就是自嗨嘛，在平淡中追求激情啊。哎，你好平林君啊，但是看你的挂的牌子我有点不高兴啊，在我直播间挂这个人的牌子干嘛呢，对吧？
现在斗鱼上呢有好几种直播间，一种是低俗直播间接受支配，还有一种是低俗直播间不接受支配，对吧？又好特别好面，东北小伙特好面，然后呢就是你挂着这位牌这位主播，这位主播呢就是东北小伙特好面，然后呢又是低俗直播间又是不愿意接受支配，对吧？然后就特别糟糕啊，所以一看到他就头大头晕啊。然后呢多一些低俗直播间然后接受支配的，然后反而能显得出咱们这种高雅直播间的难能可贵，到时候都能够互相有那个帮衬。但就怕那种又低俗又不愿意接又不愿意被支配的，对吧？你换一个心，这个看着顺眼多了，毕竟咱们平台以后都是靠游戏直播嘛，对吧？以后私有化以后基本上咱们平台就会变成一个游戏化的一个直播平台了，以游戏为主的，咱们这些娱乐类型主播都是靠边站，没什么大牌面的，反正现在就可以了啊。这豆腐好白，这个讲的对啊，就是这样啊。这就是聊聊一些对事物的认知，对吧？一旦对事物的认知出现了偏差，你会觉得这个世界怎么东西什么都不对，对吧？那其实不是世界不对，而是对世界的认知产生了偏差。这兄弟们哪能讲以前的事情，徐锦江以前还拍过三级片呢，他现在不是妥妥的一个大明星吗？张国荣以前红楼拍过一个叫红楼春上春，张国荣刚出道的时候也拍过三级片，现在后来不是也是排面非常大的顶级明星吗？英雄不提当年勇啊，以前的事能提吗？啊，提不了啊。你要提远古的事情，你当年还拉尿裤子呢，你说是不是啊？现在有人提吗？也没人提啊。然后刚才都有那个粉丝看不下去了，都有主动让房管来个360的，大过年的都是兄弟都哥们儿啊，人家也不是特别恶意的，那只是提一下以前的事情，没什么大不了的。对，徐锦江是老实人啊。然后呢，今天晚上呢，我们吃什么呢？今天晚上这个盛夏炭火啊，我们丢到外头去。虽然还下着雨啊，但是不影响。我们在外面炖个清炖羊排，就是类似于清炖羊肉的。晚上下碗面，吃点米饭就差不多就糊弄一顿了啊。然后呢，其实每次你会发现，到了初二一过，这个年就过得很快，尤其是大年夜到初一、初二都过得挺慢的。只要到了初三，后面就过得非常快。一晃眼之间这个年就快过去了，莫名其妙一个年就过了，对吧？我建议大家无聊呢，就是可以去看看一些北方台的春晚，像我昨天我看辽宁台的春晚呢都是还可以，就是有那种春节的气氛，不像那个C 站那个说的话太一本正经的，没有什么生动性。以前赵本山就说过一句话，就说呢春晚节目主要就是让大家感受到图个乐，因为一年一百三十五天里面有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里面有364天啊，都是让人接受教育的，最后靠着最后一天你再想教育人家也没什么用，还不如就图个乐。这是赵本山的原话，就说明赵本山对春晚的认知呢还是非常正确的，对吧？虎年的画个猫，希望大家能做一个上山虎啊。今年的这个虎呢，我跟大家讲啊，就说如果别人给你发红包，它上面的老虎啊是一只从上往下走的虎，千万不要收，尽管可能这个红包里面塞了几千块钱都不要拿，拿了你一年倒霉。因为所有的虎里面分为两种，上山虎和下山虎。什么叫下山虎？老虎什么时候下山？你们想想，饿了，这是一种诅咒，他把下山虎送给你，自己身上就是上山虎。千万不要收这种红包，如果你看看红包上面印的老虎是往从上往下走的态势，就是俯视的态势，这就是一个诅咒红包。下山虎送给你，就声明你肚子饿了，你得下山觅食，你吃不饱喝不暖。上山虎啊，就是吃饱了喝足了的老虎上山巡视自己的领地，那种是吉利的，啊，这个叫什么呢？这不是迷信，这叫风水堪舆。
风水是风水啊，不信的话你收个下山五红包，你试试看今年一年运气怎么样，对不对？不要收这种红包，退啊。有十万，一个红包里塞得下十万吗？铁蛋，会发十万的人不会给你微信转账，不会给你那个支付宝啊，给你塞红包里啊，脑子瓦特了吧？又弄啥子啊？啊，十万日币差不多啊，笑死了。哎，我都忘了，我今天下了一个日剧，我得看看有没有下载好啊。一会儿下午没事就看那个日剧啊，这个日剧就叫什么的啊？就是讲那个拿奖金过关的那个，如果过不了关就会死。那个剧叫什么名字啊？今天早上刚刚那个问群里的帖子要了那个词典再下载，不知道下完了吗？反正也就4.5个 G， 估计很快就下完了。十万元难挣，差不多。啊，五万存款为什么要问来历呢？确保市面上的钱不会特别多。我跟你讲，房价如果贵一点，钱全部在房子里面，现金市面上没有太多，你 M2 货币发行量再高一点都问题不大，东西不会涨太多。就怕为什么前段时间一直控制房价，就是因为房价一控制，房价的流通性就差了，房子不能变现的情况下，市面上的现金钞票不会特别多。但是这个房价控制这么久啊，再控制下去房价要砸了，要稳定的情况下，你可能会出现一些政策松动，政策松动有人就会买卖房子，有些人就会卖了房子拿到现金，那个市面上的现钱啊就会多很多，这时候就需要控制。如果现金太多的话，再加上 M2 广义货币发行量特别大的话，就会导致通货膨胀。所以呢，就是为了提现麻烦点，3月1号开始啊，你从银行里拿超过5万块钱以上的钱，都要写明你这笔钱你是从哪里来的，这就导致有一些黑钱啊，可能就有点害怕，他正规渠道就不取了，对不对？就这个道理啊。M1、M2每年肯定是会涨的，因为社会上的物资你每年都在生产，这是基本的经济学道理。经济学道理就是说M1、M2 的货币要和市面上你生产出来的物资的总量要相对于匹配，因为人类的技术越来越发达，你每年凭空造出这么多的东西，新工厂里新生产多少台电视机啊，工厂里生产出多少台空调啊，这些东西都要有足够的 M1、M2 的增量去把它给就是替代的，所以这个货币发行量都会每年增加，这是正常的。但是呢，不能够无限制的增长，尤其是不能够超过你社会上每年生产出来的东西的总值，可以超过一点，但是问题不大，但是不能超过太多啊。再翻个面啊，上面涂点油，这东西呢，就是吃起来什么味呢？有点臭豆腐的味道。为什么有臭豆腐的味道呢？就是因为呢，它上面放的那个油啊是菜籽油，菜籽油煎了以后呢，加上豆腐有股齁味，但是它不像那个臭豆腐这么不健康啊。我也不是说臭豆腐一定不健康，但是我觉得像这种臭豆腐啊，这种发酵不太完全的东西还是少吃为好，尽量多吃这些干煎的这种风味豆腐啊，照样能吃得非常好吃。这种东西啊，我们也管不着，什么印钱不印钱的，对吧？我们一个月拿这点工资，拿这点收入，你操了那个心吧，对吧？外面东西再涨啊，其实对穷人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影响，因为他们都控制好的，就是那些猪肉啊、大米啊都不会特别涨，涨要涨的都是那些化妆品啊，对吧？或者是一些中高档的消费，或者是服务业，或者是餐饮业都会涨一点。像我们这种穷人呢，基本上都是买点食材回家自己吃喝拉撒都自己安排的，基本上外面那些涨价跟我有什么关系？猪肉还是十几块那一斤，现在猪肉15块钱一斤，那个鲈鱼是反正一条就二十几块钱，就这多少年没涨过的东西了，和我们没什么关系啊。人均负债15万，那就人均嘛，一旦涉及到人均嘛，那就你算法就不一样了，对吧？你有你的算法，
正确的算法呢是算中位数，人均呢不是一个特别能追求事实的一个算法。什么叫中位数呢？就是说以前有一些什么青年唱歌比赛，裁判的得分里面要去除两个最高分，再去除两个最低分，然后余下的再做一下平均。这其实也不是中位数的概念，中位数就是真正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在最中层的那个数字啊，要去掉最高和最低的。对，现在钱还是相对来说还是可以的，挺值钱的。我们小时候买的东西其实除了酒以外其他也没涨太多，对吧？想想这么多年过去了，偶尔去市场买几块豆腐清蒸。你怎么会这么，还好是有手机套，手滑了，你手老婆手滑了，那个手机掉了，我没问题啊。你看看摄像头还能拍吗？别摄像头震坏了。还好是木地板，还好是有手机套，不然的话屏幕就得裂了，对吧？几千块钱就没了。啊，好不容易去年给他买个 iPhone， 对吧？啊 ，iPhone 13，结果要砸坏了，那可是不好啊。没问题。啊，没问题，没问题就好。那说明手机还是比较老，所以给他买个手机套。人呢，就是有些人就不用手机套，能难免会手滑，一年手滑一次，那你到时候内屏外屏要是一起摔坏了，修一修就1000多。对吧？这是不值当，买一个手机套才20块钱，换个屏才1000，那你得看什么型号了，是什么是你内屏碎的外屏碎的，外屏碎的那简单，如果内外屏一起碎的那就麻烦多了，对吧？啊，买保险，那保险呢，这个手机里多少会有一些不堪入目的照片，万一像灌西一样，你手机拿出去修，别人把你那个照片给拷出来，那你就以后日子就难过了，是吧？这就是成为另外一个阿萨或者阿娇了，对吧？没毛病啊，做人还是小心点。如果当时冠希那个小心点的话，他现在还是华语的流行乐的一哥呢啊，就没有什么王力宏什么事儿了。那这个豆腐啊都这么慢啊，所以生活呢就是这样啊，不能追求速度，追求过程。如果过程让你觉得焦急等待的话，你中间可以找一些别的事情去做，对吧？聊聊天啊什么的，其实也都挺好啊，都挺好，铁子们啊。来喝酒啊！100万怎么投资啊？先花个10万去找一个师傅，然后呢，让师傅呢教你啊如何去做投资。投资是一门学问，你自己想学啊，是没有悟性的人啊，10年8年都不一定有小成。找一位懂行的师傅，跟着师傅学一学，主要就是请客师傅吃饭，给师傅送礼，对吧？然后呢，师傅呢会把自己的人生经验，有一些感觉到你有诚意的，做事最怕让对方觉得你没有诚意，因为你事情都做了，然后呢还让对方觉得你抠抠搜搜的，说实话，别人也不一定会给你行多大的方便。是这个意思吗？对吧？就这个意思。那过年有没有帖子吃席的啊？对吧？吃席现在讲究的很，有些小地方吃席啊，比这个江浙沪这一带食材要好得多，都是什么大龙虾什么的。我过年前那一天，我看到我们这边他们流行吃席嘛，喜欢吃什么呢？牛头，都是牦牛的牛头啊！哎呦，那牛头别提多大了。现场啊，就像一个屠宰场，看得我都心惊肉跳的。到了大年夜那天早上，海鲜都上了。现在很普通的菜场啊，海鲜什么小青龙、红龙虾，还有那个进口的，这珍宝蟹都非常非常多，还有澳龙，他们都买得起。对对对，投资最好是靠自己悟，对吧？拜师傅呢，也只能让你迅速上道。因为再怎么样也是师傅带进门，修行还得靠个人，最好就自己悟，悟不出来呢，那就你不是这个条道上的人，因为这个和你的个性有非常大的关系。有的人个性呢唯唯诺诺，有的人个性呢犹豫不决，有的人个性呢该出手是不出手，有的人个性呢就是没有安全感，这些都是投资的大忌，对吧？真正投资的人呢就是3点，我之前跟你们一直讲过，在该出手的时候会毫不犹豫的缩好，对吧？在形势不明朗的时候呢，保持非常的谨慎，
在弱势的时候保持非常的隐忍，这三点不是一般人都能做得到的。嗯，外面也下大了，现在外面的雨啊越下越大了，这个糟糕的天气啊。不过好在从明天开始呢，会有三天左右的好天气，三天一过呢，基本上这个春节也就过掉了，对吧？该上班的去上班，该打鸣的去打鸣，就这样啊。那狗狗啊，等会儿我下播了，你们可以给你们看那个，咱们等会儿下播了，你们要看的话，可以给你们看今天遛狗的视频啊。今天四条狗啊，都遛完的时候都拍了视频，我下播了就给你们再看两回啊。然后正好呢，我们这边也差不多了，翻个面啊，该吃就吃吧。吃完了就 OK 了。今天呢吃的清淡点，晚上呢炖羊肉吃。炖羊肉的过程呢我就不播了，我在院子里炖。看来这个碳呢用的也快七七八八了，等会还要重新生碳，因为今天中午的时间是比较长的。行吧，都吃了啊，最后开动起来，把这个米饭给下了。这两天明天就冬奥会开幕式了嘛，你看看，我到目前为止我看的反馈都是非常正面的，就是各国的运动员，还有包括网上看到的视频啊，我就觉得这冬奥会筹办的非常好，也没有受到那个新冠的影响。嗯，好吃，就是有点臭豆腐的味道，但它不是臭豆腐。所以呢，等明天晚上冬奥会看看，就咱们是不是能挺起咱们的脊梁，对不对？前两天都在发文，咱们股市要挺起 A 股的脊梁。现在外围前两天都在大涨，本身我认为的剧本呢，就是说我们休息了，然后外围欧盘包括连亚盘都在暴涨，像连越南昨天都涨了1%，前天啊，那可能和中国足球丢球有关。但是我这边呢讲，我其实告诉你们不要埋怨中国足球，为什么呢？人家是共谋大业的，那背后是丢球啊，丢三个球有他其中的原因，不能埋怨球员，这是一盘大棋。我跟你们讲点简单的吧，就是你们能悟得出来是最好的。越南现在啊，防疫啊也挺有效，本来很多的劳动力密集的产业都在往越南转，现在呢这个奥密克戎出现以后呢，他们防疫的很给力，所以他们现在的防疫啊还是扛得住的。但是只要中国足球一丢球了以后，他们又正值越南的农历新年前那几天，他们一高兴上街集会游行庆祝，去酒店聚餐，会导致他们的疫情会变得非常的严重，然后会导致最后的救命稻草丢失，最后重劳动密集型的行业回流中国，这是一步大棋啊。这国足是立了大功了，你看这个越南人果真啊，就是前两天就是狂庆祝，庆祝完再加上奥密克戎这种传染性很厉害的，最后的结果可想而知。嗯，这绝对的是战术性丢球的啊，所以不要老是骂，对吧？你认为国足真的连越南都踢不过吗？人家只不过是策略性战术性丢球啊，用国家层经济的眼光去看待每一场球的输赢，有道理吧啊。不要听什么范继义说中国足球完了什么的啊！我呢平时不看这些足球这个东西，因为我觉得呢，现在这种足球呢，除非你是玩体育彩票的，一般来说呢，你没有必要去，你看不开心这种东西，对吧？严格意义上来说呢，你喜欢一种运动，你是追求快乐的，但是世界上有一种很恍惚的东西，就是说你总认为要赢才能快乐，我觉得输也是很快乐的呀，对不对？就是一种运动往往就是追求这样东西的技艺，就像于工匠精神，怎么样才能把这件事情做得更好，怎么样把这个球踢得更好。你光赢球的话怎么能知道自己的不足呢？
你只有输了球以后才能知道你哪个位置出现了偏差，你是脚硬还是脚软了，你是体力出现的问题还是技术出现问题还是心理出现的问题。只有光赢是不解决问题的，只有输了以后才能找出问题并且解决问题，让这件事情以后办得更好。所以从就是工匠精神上面来讲啊，这个层面来讲，你只有输才能让你更进一步楼，更上一层楼啊，你赢了是不能够代表任何东西的，对吧？你悟了吗？你看都输了二三十年，那说明目前的问题很大呀，对不对？都已经把问题逐渐找出来了，然后只要把这些问题解决了就好了呀，这么简单啊、嗯！希望你能信，你们能相信我啊！中国足协就缺一个类似像我这样的人物。今天看美颜没有？没有啊。主播很真诚，都没有美颜的。你看，我不信，我把我自己的嘴遮住，脸型不变。我不管遮哪里都不变。啊！我拿那个筷子，有看到空间扭曲吗？一点空间扭曲都没有，对吧？你看，没有空间扭曲，没有空间扭曲。我遮嘴没有用，我遮耳朵也没有用。不会出现忽胖忽瘦的，啊！主播是个很真诚的人，我长什么样你们都知道，就是一个字帅。嗯。但是呢，说到深层次的原因，我给你们分析一波。也不是为了让日月南的制造业回流，也不是为了要真正输了才能找出问题。人种啊，每适合的运动是有不同的。就比如说黑人，他是爆发性运动，爆发性好，肌肉的爆发力好，他适合做田径，但是不适合做耐力活动。你可以说耐力活动现在以什么埃塞俄比亚也很牛逼，因为他们的就算黑人里面他们的肌肉的种类也是不一样啊，就比如说牙买加那边的肌肉是属于特别特别爆发力特别强的，所以特别适合200米以下的，但是你让博尔特去跑马拉松或者跑10000米，他就绝对是跑不好的，是这个道理吗？我们亚洲人，尤其是我们中国人，我们吃的五谷杂粮决定了我们大脑尤其聪慧，但是反应能力偏弱，尤其是多人反应能力偏弱，你懂我意思吗？就是说我们适合去做围棋、象棋、乒乓球单人的一对一的事情，而不适合去做群体的事情。凡是运动里面涉及到群体的不一定会很好，比如足球、篮球，对吧？第二点啊，就是说我们亚洲人适合的东西，因为我们脑子好使，所以我们要充分运用我们的大脑。我们适合谋略性的竞技活动，不适合靠本能的短时间要做出决断的竞技活动。就比如说足球，你想过人的时候，其实就凭着你以前练习的个人的就是一种本能了，这时候你大脑思维是来不及做闪电一般的回馈的。但我们的大脑呢很聪明，我们适合去做能让我们想一想得出结果，然后呢这个结果再付诸于现实的运动啊，这明白了吧，对吧？啊，但是国足没脑子，那你挑选的就是体力好的人嘛，体力好的人怎么有脑子呢？像国外他们体力好在家有脑子，那就是因为从小踢到大。那我们从小能踢上足球吗？足球在我们小学中学里都是富人的项目，因为你需要有很多装备，有很多营养品，有场地。我们小时候他妈那个学校里面连个篮球场都没有，哪来的地方跟我们踢足球，对吧？所以呢，既然脑子用不上，二呢，从小又没有从小到大给你锻炼这个本能，就是本能这东西呢，就是从小到大就锻炼的嘛。有很多孩子12岁之前都没有场地踢足球，那你怎么踢得好？就是有个数据叫足球从业人口。我国的足球从业人口虽然人数基数很大，但是足球从业人口是非常少的，连这种阿根廷、巴西都比不上，几分之几。但人家这么小的一个国家，
对吧？然后就是足球从业人口就比我们多得多。还有一点是源自于一个成语，真正牛逼的国家，像世界头号大国中国、世界二号大国美国、中美都是不踢足球的。美国人玩橄榄球，中国人玩乒乓球，只有那些非常穷的国家才会去玩足球，来麻痹他们脆弱的已经很 low 的神经。因为国力不行，所以才用足球这种运动来麻痹他们的国民。像我们这种世界头号大国是不需要足球来掩饰的，因为有一个成语叫中美不足。什么意思呢？就中国和美国是不踢足球的，这个也一定要明白啊。啊，说错了，成语叫美中不足，对吧？好了，那今天就吃完了啊，桌上的东西就是都耗光了啊，今天也不吃什么，过年吃到现在油腻的东西啊，都要减脂了。晚上下午炖点羊肉，晚上吃那个清炖羊肉。好，有吃的时候再播一会儿啊，下午我就休息，看看日剧了。今天看个日剧已经下载好了，就下播了，大家拜拜啊。谢谢那个今天送飞机的，今天唯一只有一个飞机啊，是那个青岛倔少啊，青岛倔少送的啊，感谢大家啊。